车棚整片倾倒，狂压旧车，帆布挂在上头，啪啪猛吹。另一边机车也无法幸免，被压到东倒西歪，零件碎片满地炸喷。花莲车站车棚被海葵台风狂吹掀翻，民众历经惊险瞬间，顶风而起啊！我们花莲人已经习惯风大雨大，早不是第一次。但另一头，花莲市区往七星潭的路上，雨弹狂袭，马路淹成小河，行经民众惊吓逃离。轿车驾驶还以为误闯游泳池，开进淹水道路上，吓得赶快掉头，就怕再不跑就跑不了啦。而花莲吉安乡没淹水，却被暴雨猛炸到，人孔盖猛跳。你没看错，人孔盖真的在原地跳起舞来，仿佛被气体不断喷啊喷，伴随大量水花反复跳跃，民众实在看傻了眼，疑似因为大量雨水瞬间涌入排水系统，水流压力过大造成。而随着海葵台风越来越靠近，雨势增强，铁盖更可能整个弹喷，民众特别好奇观看，以免酿成二度伤害。记者刘吉娇、钟成良、黄玉兰花莲报道。